我多久没有来图书馆？我上个礼拜有去图书馆。真的假的？大二的时候，两年前。不记得了。哦，大概有两三年了吧。我大学毕业后好像就没有进图书馆。哎、欸，很久嘞，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去图书馆。沿着墙边往前走，还有位置可以坐。计划是玻璃路在高雄，今天是我们的第三站第四场演出。